炸鱼安宫啊。这里五个菜，就一个炸鱼，配合了常州人的口味，稍微加了一点点甜，别的都是苏北口味，我挺喜欢啊。Hello， 老三峰啊，我现在在这个服装道的星火路和人民路的那个交叉口啊，这里有一排大排档，经粉丝推荐，这里有一家非常好吃的这个餐饮馆 ，OK， 来录个录个酒。这个是鱼子鱼泡，但是老板跟我说今天没有鱼泡了啊，但鱼子也很好吃。这个是鸡爪啊，然后这还差一个素菜，这一桌菜200块钱，200多块钱还挺划算的啊，开吃吧。你弄吧。这个老婆快餐了，我们已经进来了。这是鱼子啊。鸡爪。哇，鸡爪很好吃。七块啊。嗯，里面放的毛豆炒得很好吃啊。还有一个炸鱼啊，兄弟们。有的时候吃这餐饮馆，我觉得吃的很舒服啊。嗯，这个炸鱼也50块。啊，还有青菜啊。这个炸鱼是50块，这个是50块，鸡爪是45块啊。关键是我刚才拍的，你们看到了，他们虽然是大排档啊，但是灶台真的很干净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嗯。这个鸡肉我喜欢，嗯，猪尾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吃，我喜欢，挺喜欢吃啊，哇，它是这个活肉，特别香啊，嗯，你看，我们两个人点了6个菜。来，弟兄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888，一小哥点个赞啊！干就完了，这个鸡肉我很喜欢。好，嗯，哇，这个菜真下饭。炸鱼安宫啊，这里5个菜，就一个炸鱼，配合了常州人的口味，稍微加了一点点甜，别的都是苏北口味，我挺喜欢啊。啊，炸鱼也不错。嗯，好。
像这些菜适合我老丈人或者我爸爸他们，我丈母娘他们弄点酒，哎，我跟我老婆就用大窑来，敬你们啊，再敬我老婆。你这为什么最主要的还是身体健康，兄弟们，别的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浮云啊。人这一辈子就吃吃喝喝，别的你会有啥呢？哎，是不是？就吃吃喝喝，吃吃喝喝一辈子过去了，吃吃喝喝一天就过去了。你赚再多钱，还不是为了在吃喝？鸡也很好吃，鱼子鱼肉泡饭，嘎嘎下饭。哇，这个猪尾巴，炸鱼吃。那兄弟们，因为时间问题啊，视频就到这里。放这个三个赞啊，拜拜。